着想温暖真诚，有他在的地方，所有的人都会拥有好心情。他就是曾宝仪。宝仪老师毕业于台大社会系，毕业之后的他从电视台最基层的幕后企划助理做起。他凭着对影视圈的热爱，勤奋好学的实力，成为受人喜爱的歌手、演员、知名主持人、纪录片制作人，还有作家。现今呢，他被誉为全方位艺人的楷模，看像是人生胜利组的宝仪，也曾经迷失过自我，挚爱的家人离世，让人生陷入低潮，停摆一切的事业。那段时间，曾宝仪老师透过大量阅读书籍，走访各国景点，终于找回了真正的自己。曾宝仪老师曾说，人生最好玩的地方不在别处，而是在自己的心里。真正找到自己是谁，人生才能有意义的改变。今晚曾宝仪老师将和我们分享，人生最大的成就是成为你自己。让我们一起认真的来聆听。请大家热烈掌声，谢谢中区总主持的一个精彩介绍。那现场的来宾，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最喜爱最喜爱的宝仪老师上台。也谢谢中区总主持的一个陪同，真的是我们最喜爱的宝仪老师哈，终于来到我们会中室了，再次热烈掌声。哇，好热烈哦。太可爱了，你们真的。我本来上台应该要做一件比较严肃的事，先让我把它做完啊。谢谢你们，大家好。我是曾宝仪，非常高兴哦。其实本来这个缘分呢，应该是在去年就要发生了，因为去年呢，本来就已经得到邀约要来这里，也是做人生最大的成就是成为你自己的演讲。但是大家也都还记得，五月的时候我们全台湾都进入了三级警戒，所以活动就不得已取消了，缘分就 delay 了一年，但我还是来了。可是我会觉得，你知道我刚刚在来路上就在想，虽然题目没有变，但是我说的内容绝对跟去年截然不同。去年会定人生最大的成就是成为你自己，是因为我在2021年的一月出了一本书，就叫做人生最大的成就是成为你自己。这本书就跟刚刚九句法师说的，我等于是集结了这四十多年来，对，现在还是四十多。这四十多年来，明年就不能这么说了。这四十多年来，生命当中有很多的跌宕起伏，有很多的体悟，有很多的伤痛，有很多的遗憾，有很多的眼泪。但是在这里面，我得到了很多勇气。真的，真的，我得到了很多勇气。我得到了很多成长，我一点一点的更靠近我自己，我明白我自己的价值。那个价值并不在于你的银行户头里面有多少钱，你的学历有多高，你的收视率有多好，你的脸书有多少人按赞，而是在你自己心里，你到底是谁。这是本来去年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其实也就是那本书的内容。但是今年，尤其是今天，如果大家有在关注我的消息的话，相信大家也有注意到，我在两个多礼拜，其实大概就是20天前成为二线女星，也就是快筛变两条线。对，大家都会戏称，但请放心，我今天已经恢复一线女星的身份了。很健康，现在很健康。而从2020年开始，2021年三级警戒，到五月，
我自己真的成为 COVID-19 两条线，我不会说自己是受害者，但我就是参与了这场 party。 我觉得这几天我在想啊，到底今天我来慧中寺我要跟大家说什么。其实我有一个非常非常深的体悟，跟我的人生有很多经验是不谋而合的。我认为这两年多来的疫情就是全世界在进行一场大型的禅修，我是真的这样想的。我不晓得现场或者是网络上正在观看我们演讲的朋友有多少人曾经参加过所谓的禅修，有没有？有哈，有点害羞不好意思讲，对不对？我曾经在我的生命当中参加过两次长的，一次短的禅修，长的大概就是七八天，短的就是三天。禅修有很多限制，你现在看起来是限制，是规定。比方说我们早上四点半要起床，然后九点半就必须要关灯入睡，睡不睡得着是你家的事，但是四点半还是要继续起床。你不能说话，眼神不要跟别人有交流，你会把所有的手机、平板电脑全部的东西，不要说没收了，上缴啊，有人帮你保管。每天每天的行程按表操课，不是坐禅就是行禅，不是行禅就是坐禅。这个限制其实你回过头来想，就好像疫情一样，我们受到了非常多的限制。刚刚大家进来的时候是不是都扫了一下额温，喷了一下酒精，现在每个人都要戴着口罩才能出门，有很多的限制，很多地方你不能去，很多聚会你不能参加，很多朋友你想见但你不敢见，很多家人也是应该有的聚会都取消了，有很多限制。但是无形当中你也多了很多时间跟自己相处。我不知道这两年多来你有什么体悟，但是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拉长似的禅修。而禅修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规定对于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啊，好像有这个 schedule， 有没有？就是像行事历一样，照表操课，照表操课。但是到底每一个人在修什么？其实我认为在你心里都是为你量身定做的，我是真的这么想的。在五月我中招的时候，对，我说我中招。五月我中招的时候，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对不起，请问现场有没有我的学长学姐，就是有中招过的？有哈，有哈，对对对对对，大家可能经验不太一样哈，但我们现在都一线了哈。我先发烧了两天，但那两天很奇妙，快筛都是阴性，可是也因为发烧的关系，我全身很痛，真的很痛，而且我后来发现，它真的是。这个病毒会针对你身体上最弱的那一环去攻击。比方说我在发烧全身酸痛的时候，我最痛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我的右手臂，一个是我的腰。腰我可以理解，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腰很不好的人，可能因为主持的关系，我长时间需要站立，我要穿高跟鞋，你也知道高跟鞋是非常不符合人体工学的，而且因为不管是拍戏或者是录节目，我曾经从很高的地方摔下来都是摔到腰，所以我的腰一直都很弱。以前是那种我大概只要站超过两三个小时，我就会累到像老 Coco 一样直不起身来。我在发烧的时候真的就是在家里烧到啊，我是这样走路的，就这样。然后我家人看着我就说，你到底是 COVID-19 还是老了20岁，就是怎么会这样走路？我说不行，我腰塞太痛了。他会攻击你最弱的地方。右手臂为什么？我想了半天，因为我手机用太多了，长期举着手机以至于我的右手变得很弱，因为它是一个很不自然的姿态。好，然后呢，大家都知道这一波中招其实最常有的症状就是喉咙痛、咳嗽。那我本身也本来就是喉咙比较不好、气管也比较不好的人，就如中医来说的话就是气血相当不足，所以我的手尾比别人长。很多人可能所谓轻症的话大概就是一两天，然后就生龙活虎，然后就等着出关了。我没有，我就是好痛哦，超痛的，然后每天好很可怜这样子。它是我最弱的地方，
病毒会攻击人体最虚弱的地方，其实疫情也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两年多来，这个疫情真的就是让很多地方隐而未被大家看到的弱点一点一点的先出来。比方说不同的国家会显现不同的状态，贫穷的，粮食缺乏的，歧视的，贫富不均的，医疗资源不足的，或者国际关系不好的，都会在这两年多就会发现，哎，对，原来我们国家这个地方都没有准备好，就跟生病一样，原来我的身体这里没有照顾好，这里没有照顾好。所以疫情看起来，病毒看起来是一样的，疫情看起来是同一个，但事实上它显现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就跟禅修一样，你觉得每一个人都坐在那边，你知道他得到什么了吗？有的人可能坐了七天出去还是同一个人，有的人坐了七天出去容光焕发，仿佛进入了生命 2.0。 我不敢说我进入了 2.0， 但我一定也有我的收获。如果你有经历过禅修的话，你会知道啊，就坐久了啊，可能哪里会特别痛啊，那就是那里哪里有堵塞。你可能心里面有很多的魔考，也会在你坐久了之后出现，那些悲伤慢慢的涌现，你不敢面对的恐惧，因为你不得不面对。以前我们在那个，比方说没有禅修或没有闭关、没有疫情的时候，如果我们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我们就干嘛？看个电视剧咯，看看手机咯，跟朋友喝个下午茶咯，出国去玩咯，仿佛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去转移我们的注意力，以至于我们不需要 focus 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去解决我们最应该解决的问题。但是当你只有你跟你的蒲团的时候，那些魔考就会一一出现，就跟疫情一样。如果你就是被困，不要说困在一个地方，你就是受到这些限制了，你必须要隔离了，你三级警戒了，你不得不跟你，比方说，哦，你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三级警戒过后，蛮多人去离婚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像前一阵子那个上海不是 lockdown 了两个多月吗？最近我也看到一个新闻说，他们的离婚案件已经排到七月多，要排队才能离婚了。很多事情都会慢慢的显现出来，你不得不去面对，因为你只能面对。生命就是这个样子，它会在 你不得不去面对的时候，让你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浮上台面。所以今天我之所以，我觉得今年2022年的五月我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跟去年我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绝对是截然不同的感觉。我相信如果你们去年坐在这里，跟今年你们坐在这里，跟今年你在网络上看这个演讲，心情也是截然不同的，因为我们都走过了，我们都走过了。可是走过了，你得到了什么？这就是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我不知道你得到什么，我可以告诉你，我得到了什么。我刚刚说禅修啊，虽然好像规定是一样的，但是很多事情是为人量身定做的。打个比方来说，我在两次禅修的过程当中遇到的是不同的老师，而这两位不同的老师规定也不太一样。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禅修，早上四点半起床，哇，到了下午吃完午饭，这困哦。四点半起床，然后又刚吃饱，就哇，那一坐简直坐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然后我就昏昏欲睡，然后心想说，哎，这样有啊，因为我坐最后一个，没有人看到我，想说应该没关系吧，给他度孤一下。很奇妙哦，我度孤到一半的时候，我听到有人从后面叫我郑宝仪，然后我就惊醒了，我想说发生什么事。当然我没有叫出声音来啊，还好我没有叫出声音来，根本没有人叫我，我后面没有人。而事实上，其实我那一次参加的禅修有一半以上是西藏的僧侣，然后呢，大概还有四分之一是来自国外的出家人，
会讲中文的其实非常少，谁要叫我曾宝仪？然后那一刻我真的，你知道，一开始的时候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就是啊，怎么会这样？然后那一座做完之后，在前面带领我们法王，然后就开始，他就说，能够参加这样子的禅修是很大的机缘跟功德，请你不要浪费，请你们啊，没有说我，请你们啊，不要浪费，也不要枉度这个时间。他讲不要拿来睡觉，我想说啊，说的就是我吗？难不成可是刚刚叫我的，我的是他吗？后面都不敢睡，每天都啊坐着很认真。但很妙哦，我第二次去做禅期的时候，他是一个更小型的，十个人的。然后，但因为我觉得我是老鸟了，你知道吗？这次不坐最后一个，我坐第一排，坐得可好了，可开心了，我觉得自己很厉害。然后呢，我就意识到，哎，旁边也，因为有时候还是会观察一下别人，然后因为有时候脚很酸，会偷懒一下。哎呀，有人睡觉，哦，阿内没塞呢，哦，怎么都没有人出来阻止一下？哦，睡了三天呢，哦，睡了三天呢，这很夸张哎。结果呢，我记得，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法师开示的时候，然后那个人就举手说我很困，怎么办？然后法师就说很困就睡啊。我想说啊，怎么会这样？他说你睡饱了就不会再睡了。果不其然，他睡了三天之后，后面四天做得非常好。你知道，就是虽然我参加的都是禅修，虽然好像禅修的行程看起来都一样，但是真的每一次每一次每一次遇到的状况都不一样，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的事情也不一样，每个人得到的体悟也不一样。这就是我觉得很神奇的事情。我们不都经历一样的吗？我们不都是四点半起床，每天这么多做，不做就走，走完了再做，那为什么啊？我又明白了一件事，如果不是这样，几千年前怎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法门？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一个人进入自己内心的方法不一样，每一个人成为自己的路径不一样，所以即使是同样的疫情，你会得到的东西也不一样。但我真心相信，这个疫情绝对不会是来打击我们的，真的不是。就 我不想要把它当成是我的敌人，我反而觉得疫情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以前我是要请假去禅修啊，就是我得跟经纪人说啊，刚刚已经介绍过了，经纪人很可怜哈，总是呢做一些不赚钱的工作，也只要做公益哈。对，经纪人真的很可怜，因为我会跟他说，哎，我要请假去禅修。真的，经纪人就会默默在行事历写上这七天不能动，宝仪禅修。以前我们要做这些事情，要特别空出一个时间，好像那是一个仪式。但现在不是，你现在就是理所当然得到了。我记得我中招的时候，因为我前大概应该说这两年多来，其实心里都没有太大的恐惧，觉得说啊，如果我中招了会怎么办？就是怎么办？就是我会病得厉害吗？我说我好担心，我其实没有太大的恐惧。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发烧的前一天，我知道我在我心里跟自己说什么，我说我好累，我好想休息。因为那个时候我刚拍完我最近的一个刚播完那个节目叫《我们回家吧》，真的就是刚录完最后一集。那录最后一集之前，我都还一直跟老天爷说：“我说老天爷，你要让我撑到录完最后一集。”真的就是录完了最后一集，第二天我说：“哦，好累。”然后隔一天我就发烧了。然后我就在想，为什么？为什么是现在？因为我回推前两天，跟我一起吃饭的没有一个人中招哦，难不成我身边所有人都是天选之人？不可能，对不对？
可是百思不得其解，然后我就在想，哦，可能这是我召唤来的，我需要它，我需要得到这个体验，因为我只有真实走过这个体验，我才知道到底最后这个疫情要带给我们什么。于是那十四天七加七嘛，啊，我中招的时候已经是七加七了，哇，前几天真的是你只能好好跟自己的身体相处，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可是当我身体慢慢变好的时候，我也在想，我为什么要等到生病了我才会好好跟我自己的身体相处？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你什么时候会意识到你有身体？你生病的时候，你喉咙痛的时候发现，我有喉咙；你胃痛的时候发现，啊，我有胃；你脚受伤的时候，我有脚；你鼻塞的时候发现，原来我是一个会呼吸的人。你只有生病的时候才会意识到身体的存在，但是其实这个身体24小时，一年365天。全年无休，应该说一辈子无休的陪着你，而你又给了他多少关注？当他跟你说累的时候，你有听吗？他跟你说我想喝水的时候，你有给他喝水吗？你有给他足够的营养吗？你有吃得好睡得饱，该去便便的时候有去便便吗？都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你的坐姿，你看你们的坐姿，你确定你们现在脊椎是舒服的？你确定你有好好对待你的身体吗？你有好好陪伴着他吗？你有时常聆听他发给你的讯息吗？我以前听过一句话，我觉得很棒哦。他说，疾病是身体写给你的情书，你的身体告诉你说，亲爱的，你很久没有好好看看我了，我好想你。你还记得我在这里无怨无悔的陪伴着你吗？你愿意来看我一眼吗？这是一封情书。但我最近又看了一本书，那个书上写了另外一句话，他说，你说不出口的话，身体会帮你说出来。我想说，因为作者举了一个例子，因为作者现在是一个心理咨商师，但是他在20几岁的时候呢，曾经在一家就是出了名的希望员工积极工作的公司工作，也就是说工时很长，压力很大。他说当时他进那个公司的时候，非常多同事不到一个月就离职了。但他是一个就是个性很倔强的人，他告诉自己说，我至少要撑2年，我要证明我不是一个会落跑的人。结果1年半他得了一个怪病，马上进了医院。但因为他待了1年多，其实已经是那个公司的主管了，所以他们公司的老板去医院看他，老板看着他问他，你有什么话想说？他说，没有啦，我也不想生病啦，不好意思，我很快就回来啦。老板说，不是，你有什么想说但是没有说的话？他说，我想休息。老板说，好，就是这一句，等你好了我们再见。所以他其实当时得的是一个很罕见的，就是比较少见的疾病，不是说只是感冒啊或者什么的，就是进医院大家会说，哇，你的免疫系统已经垮掉了那种感觉。但就是你说不出口的话，你身体会帮你说，为什么要等到那一天？所以其实在这2年当中，我真的花了蛮多的时间，就既然我们面对疫情，什么是疫情？病毒。病毒会攻击什么？身体。那我们就来好好思考一下，你跟身体的关系，你跟你的生活习惯的关系，你跟你的免疫力的关系，你到底为自己做了什么？在你成为你想要成为自己之前，应该不要说成为自己之前，成为自己的同时，你为自己做了什么？还是你是无意识的？我最常说的是，
大部分人的日子其实都是无意识的仓鼠啊。你看过仓鼠吗？关在一个笼子里，然后你给它一个圈圈，它在里面跑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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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它也很起劲，想说哇，哦，我的肌肉哦，我的 muscle 哦，我的腿很厉害，但它其实都在同一个地方。你的生活是这样吗？你的人生是这样吗？在你停下来思考之前，在那个警讯发生的时候，你有想过你是一个仓鼠吗？还是你是不断的在符合外界对你的期许？哦，外界说，如果你是学生的话，考试成绩要好。为什么要考试成绩好？因为考试成绩好才能考上好学校。为什么要考上好学校？考上好学校，将来出来就可以找好工作。为什么要找好工作？因为找了好工作就可以赚大钱。为什么要赚大钱？赚大钱就要买房子。为什么要买房子？买房子就可以娶老婆。为什么要娶老婆？娶老婆就要生小孩。然后呢，小孩再重复跟你做一样的事情。然后呢，你为自己做了什么？你好像为自己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其实你都是我啦，以前的我，不要说你们，我以前觉得哇，成功很重要，我很想证明我可以，我很想证明我是值得活在这个世界上，值得被爱的人，所以我比别人更努力。但是生命总是会发生一些事情，让你停下来想一想，啊，你敢丢？真的是这样吗？在我的书里面说，那个让我停下来的一个很大的契机是什么？就是我爷爷过世了。我爷爷在2011年，其实2010年到2012年是我生命当中很低潮的时候。所谓的低潮，就是我真的有一种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比方说，我还是有出来工作啊，我有出来见人啊，我有出来赚钱啊，可是我赚的钱根本没有时间花。然后我的银行数字不断的提高的时候，我觉得，你知道，有一天我真的打开那个银行的本子，然后除我可能会活的时间，跟我每个月会花的钱，发现，因为我不是一个很爱花钱，也不能这么说了啊，我不是一个花很多钱的人，就是我对生活的要求很基本，你知道那个。我们家的小帮手啊，就是每个一两个礼拜会来我们家里打扫的小帮手，都会说：“哦，宝仪哦，你真的是我那个帮忙的人里面这个很少丢东西的人。”我说：“东西还能用，干嘛要丢？”他说：“这个枕头套已经破洞了。”好，我不是因为省钱或者什么的，只是因为我对那个枕头套感情。但是其实家里有很多东西，我的确用了很多年。我觉得那是我的某种个性，不该花的钱不要花，吃东西也是不该花的钱不要花。我没有什么太大的物质欲望，我并不觉得房子，我觉得有可以住的就好了，就是我没有想要什么炒作房地产赚钱，没有，我觉得那个钱不是我的。然后我车子我觉得能代步就好，你要几台车子？手表能看时间就好。今天我还带了一个，是因为我要来演讲，我要看时间啊。其实后面有个钟，我可以不用带。但现在谁带手表了？哦，你带了，是贵手表吧？好，这一排，你们都有手机了，为什么要带手表？所有能花钱的东西，后来你都会发现，真的还好的时候，你知道那一刻我有一种醒觉感，就是，但我现在赚钱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我是真的喜欢我的工作吗？还是我是无意识的啊？有工作来我就做，像驴子一样，有没有？有一个那个胡萝卜在前面，我就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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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我也想维持某种艺人莫名的尊严，你知道，艺人心里面有很多恐惧。哎呀，如果这个工作我不接，明年会不会就不红了？大家就会忘记我了，我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我就是所谓的过气艺人了。有很多很多声音会在你旁边响，而报纸也会不断的告诉你，过气艺人啊，二线艺人啊，什么什么之类，好久不见啊，没想到他已经变成这样了，什么啊，老妪啊，老妪啊，就真的这一种，心里面有很多莫名的恐惧。可是那一刻，我真的有种，那如果我不是为了赚钱，我到底是怎么看待我的工作的？
我到底在做什么？我以前不知道，我说真的，我以前不知道，以前就是工作来就接，工作来就接。然后呢，在这些很多的探问出现之后，2011年我的爷爷过世了。你生命当中一定会出现一个，我不要讲一定啦，有可能，对我来说一定会出现一个像弹指一样的 moment， 就是那个弹指弹下去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我到底在干什么。比方说像我爷爷过世之后，我真的有一种，因为你知道我爷爷以前是一个很喜欢看我工作的人，比方说他会花很多时间捡我上报，以前还有报纸嘛，报纸上的照片，报新闻报道，然后如果我上电视的话，他会把它录下来，然后再看，然后跟我讨论表演的好不好。如果他不在了，到底谁还有谁会在乎这件事情？你知道那一刻，我真的我的生命有一种按了一个 pause 键的感觉，就是停一下，我现在过的日子真的是我想要的吗？这个问题其实你现在可以问你自己哦。你现在过的日子是你想要的吗？你有没有想过，你每天做的选择是你有意识做的选择吗？还是你觉得你不得不？我觉得自己不得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哦。我曾经在脸书上写过一段话，说我选择快乐，我选择感恩，我选择美好人生。然后我的朋友在下面留一句话，他说：“哼，有选择真好。”我其实只淡淡的在他那句话下面留了一句，我说：“你只是选择，你觉得自己没有选择。”我觉得这个想法你可以想一下，其实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你自己的选择，但你选了什么？你今天穿了什么衣服？你今天吃了什么？你知道你吃下去的每一个东西都是在你为你自己的身体负责。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它不只是填饱肚子而已，你做的每一个选择，你做的每一个消费，都是在为这个地球做决定，为这个地球负责。你多拿一个塑胶袋，你多浪费一个，就是每一个你做的决定，其实都影响无比深远。我们不用讲说什么蝴蝶效应，其实没有什么亚马逊河的蝴蝶拍了一只拍了一下翅膀，所以这个在台上的曾宝仪就哈啾打了一个，没有，不是这，不只是这样子而已。你现在做的每一件事，你跟你小孩说的每一句话，有可能在他心里都烙下了非常深的刻印。你以为你是无心的，你知道我 这些年来我在做很多采访，比方说像我们在做我们回家吧，因为我都是会跟一些名人啊、艺人朋友啊回他们的老家，他们就会讲一些小时候的事情。其实很多事情真的很奇妙，他们很在乎的某些事情，当他说出口了之后，对方比方说哦，我妈妈小时候曾经干嘛干嘛干嘛，你真的去问他妈妈，他妈会说没呢，我不会记呢，敢有，就是会有这些奇怪的答案，就是你选择紧抓着不放的那些回忆，是你选择紧抓不放的。可能说的人根本无心，也根本对，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哦？我现在要说的是，你是不是真的？你是不是无心？你是不是常常无心？所以每一天你做的每一件事情，你做的每一个选择，其实不只是影响了你，还有你身边的人。讲远一点，其实就是整个地球了。在人生最大的成就是成为你自己里面，我写了非常多跟选择有关的文章，在我生命当中跟选择有关的内容，其实非常的奇妙。就是你有时候其实可能不是做多大的选择，可是那些事情真的都是像连锁反应一样的，一环扣一环，一环扣一环，就发现原来你的生命其实真的都环环相扣，link 非常深。
这也是我在疫情当中学会了蛮多体悟，你知道，疫情真的很闲，想了很多事情，静下来想了很多事情。关于环环相扣，像刚刚我好疫情我有很多体悟，最基本最基本的，像我刚刚提到食物这件事，哇，我再推往前推一点点，我之前在禅修的时候，一天只能吃两餐嘛，早餐跟午餐，因为我们过午不食，所以11点以前要吃完午餐。吃饭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那是那一天里面，我觉得我可以好好跟我自己身体相处，跟我可以得到别人的关心的时候。你知道，我记得我第一次禅修完啊，因为那一整个禅修我们都不能讲话嘛，然后开关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我二话不说跑到厨师面前，握着他的手跟他说：“你知道吗？每一天吃你做的菜，就是我最大的念想。谢谢你，真的好好吃，每一粒米都好好吃，每一口菜也好好吃。”可是这也就是，我就在想，为什么我要到禅修了，我才会明白，每一粒米都好好吃，每一口饭都好好吃，每一个菜都好珍贵啊！为什么我要在禅修的时候才明白？为什么我不在日常生活当中，我就会明白，每一粒米来到我面前多么不容易？谁种的？哪一片土地滋养了它？有太阳，有水，有农夫在照顾。农夫要收割，要除草，要打谷。打完了谷包装，来到你面前，你有没有好好煮它？你会好好煮一锅饭吗？我为什么要等到禅修的时候才发现？你知道，因为禅修做每一件事情，你都会无限的放大，就是这怎么这么，这个南瓜也太甜了吧？这是我这辈子吃过最甜的南瓜，其实真的还好。但是这是我这辈子吃过最甜的南瓜了，我要好好吃这口南瓜，我不能太快吞下去，因为我现在吞下去，下一餐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来了，才24小时以后了，好好吃，好好吃哦。为什么我不在日常生活中这么珍惜我吃的每一餐？我在疫情当中又重新经历了这个过程。去年三级警戒，唯一能出门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买菜的时候，哇，大事！我一定要去我最喜欢的菜市场。如果我只能去一个菜市场，我要去我最喜欢的菜市场。我要去可以跟人说话的菜市场，而不是都是保鲜膜的超市。我想要有人告诉我这个东西要怎么做。有人会问我，你想怎么做？你想怎么吃？有人会告诉我这个菜是谁种的？有的店会知道的，有的店它包装上就会写说农夫谁谁谁啊，当然不会贴上他们的照片啦，但就写农夫谁谁谁，什么时候收成。然后有些市场就是阿嬷可能就铺了一块布，然后这就是今天早上采的地瓜叶，今天早上采的空心菜，今天采了采了，说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菜，没吃过，好开心。谁种的？他从哪里来的？你支持了谁？在疫情过程中，你吃的每一个东西都支持了一个产业哦。你选择了支持谁？就好像我这一年多来，我吃的米是我自己的朋友种的，我认识他，我去过他们家，我跟他吃过饭，跟他家人吃过饭，我看过那片田。当然，我朋友也比较高刚一点。他是那种会放音乐给稻米听，然后到收割的时候还会在田里面跳舞给米看的人，所以我觉得哇，特别好吃，真的特别好吃，我不是开玩笑的。就当你吃过很好的米，很用心种出来的米的时候，你没有回头路了。我们什么叫曾经沧海难为水？就跟谈恋爱是一样的，你曾经很爱过，很爱过一个人。其他人在你面前都相形失色了，你为什么？你要吃，你为什么不吃？你真心喜欢的，
你真心喜欢的人种的，你支持了他，他就会继续种，他会让更多的人吃到。你为什么不做这件事？你为什么？我应该说，我为什么不做这件事？我为什么要无意识的说，哦 ，CP 值很高，可是我不知道它是哪里来的。如果你对自己也要求 CP 值吗？你为什么不对你好一点点？因为说实在的，不是什么东西都是贵的是最好的，你很清楚知道。可是你有没有用心的去选择过他们？哦，我在吃这件事情上，真的在疫情期间有了非常大的跃升。以前我煮东西心里会害怕，我常常 overcook。 什么叫 overcook？ 就煮太熟，因为我很怕东西不熟，这都是初学者会有的心情。熟了至少要熟吧，你都没熟你怎么拿出来给人家吃啊？一直到现在两年多结束了，我开始，那我以前看食谱，或是我们就会看，你看 YouTube 看一些大师做菜，然后想说哇，凡国好厉害哦。以前心里会挑，有没有？不是挑自己喜欢吃的，是挑你做得到的。现在不是了，现在对自己就是很有信心，我可以，明天我就来煮你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我跟食物的关系更贴近了，我知道我吃进去什么。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其实你吃的没有你想的需要那么多。今年应该是六月还是七月的时候，就是最近这一两个月，杨定一博士又要出一本新的书，是跟断食跟饮食方式有关的。然后我刚好就是在因为出版社就是我的出版社，所以我有提前看了一下书稿。然后它里面就是告诉大家一些破除一些我们以前对于饮食的迷思。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其实你真的不需要吃那么多。以前我们都觉得一日三餐有没有很重要，早餐要吃得饱，午餐要吃得好，晚餐要吃怎样怎样的，对吧？吃得早啊，吃得早。但是其实杨博士说，其实你根本不需要这么多。我可能没有办法一下马上走到断食这条路，因为毕竟我还是一个普通人，就吃饭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还是有很多意义存在的。但是我可不可以往那里稍稍靠近一点？我挑对我的身体最有帮助的饮食方式，可以。我可不可以吃少一点？其实说实在的，你经验体验过后，你就会发现你真的不需要那么多。最近这一年多来，很流行一种号称是减肥方法，叫168，对不对？有没有人试过？没有哦？有吧？有吧？痛不痛苦？不痛苦，痛苦，痛苦哈、哦，很特。我跟你讲，通常在减肥的时候肚子特别饿，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什么，比方说你在断糖的时候，你特别想吃糖，好想吃米啊。一粒都不能吃吗？甜点一口都不能吃吗？不行。168，啊，再吃五分钟，每天都在讨价还价。可是我在就是我成为二线女星的那段时间，我真的168，我会发现其实没有我想象当中这么难。早餐晚一点点吃。晚餐早一点点吃，而且一天其实只需要吃两餐。我没有瘦哎，说实在的，因为我没有什么太严重的借口，就是戒断什么东西。可是我觉得精神很好，睡眠会变好。你会发现，很多人喜欢吃宵夜，有没有？因为大家说哦，肚子饿睡不着。我跟你讲，吃太饱睡不好，真的。你早一点点吃，其实你会发现你的睡眠变得很集中。你要睡就好好睡，不要在睡觉的时候还，我的胃好忙哦，胃忙完之后换小肠好忙哦，小肠忙完换大肠好忙哦，结果你根本没休息到。该休息的时候就是要休息，你要好好睡一觉，其实就是让你的身体可以完全休息。我觉得在那两个礼拜，其实到现在我都慢慢还在实践这件事。我尽量缩短吃饭的时间，然后一天
能够哇就吃两餐。其实我觉得真的体验还蛮好的，也因为你吃的比较少，所以你真的会很认真的选你要吃什么。而在疫情的这两年多来，我真的花了很多时间在心想，如果每天我们都要吃饭，为什么不好好吃？为什么不？然后再来，我们食衣住行我都讲一下，行不用讲了，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在移动。一好了，请问三级警戒的时候，早上起床会睡衣换一件，再穿别的衣服，在家里走来走去的人举手，有没有？还是其实睡衣就一整天穿了，然后第二天再换另外一套，就洗澡再换另外一套，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没有人看你的时候，你穿什么？你们想过这件事？没有人，如果没有人在看你穿衣服的时候，你穿什么？就跟我在禅修的时候也是一样，没有人在看我，我要穿什么？穿我觉得最舒服的，穿我穿的时候觉得我好像没有穿的衣服，不是说看得过去、看透明的，不是那一种。它没有束缚，你不需要穿什么紧身衣啊，然后呢，你不需要穿那种松紧带很紧的勒住你自己，没有，就是舒服。你也不会想要拍照啊，放上网，希望别人按个赞。说不出门我也会打扮，那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而这些事情，其实你都会回过来想，如果没有人看你，你是谁？如果没有外界的标准，你是谁？你把你自己放在哪里？你会怎么对待你自己？你吃什么？你穿什么？你选择做什么？没有要跟任何人交代。我觉得那两个去年三级警戒的两个多月，跟这一次我的闭关两个礼拜，我真的有一个很深的体悟，就是如果你都不需要跟任何人交代你在干嘛，你是谁？你会做什么？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会先选择摆烂。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啦。我一开始摆超烂的，每天都来看韩剧，哇，好开心！我要把以前没看过的韩剧全部看完。看了三部之后，觉得、啊、好累哦，好无聊、哦。不就是爱来爱去，爱来爱去，他也爱来去，爱来去，然后分手，然后在一起，然后好下一步。然后一直看电视，你也会觉得，我到底在干什么？然后那个时候才是你真的静下来想。就跟发烧一样，你知道吗？先烧吧，烧烧烧烧烧，烧完的时候静下来，开始修复自己。还是那句话，没有人看着你的时候，你是谁？你不用演给别人看的时候，你没有名片上的 title 的时候，你是谁？你会选择做什么？你知道我刚之前不是在讲说啊，疫情期间，有的家庭可能感情更好了，也有一些夫妻想通了，不是你，啊，再见。为什么？因为大家势必都会走到这一步，没有人看的时候，你是谁？你会做什么选择？没有外人了。你只能面对你自己的时候，你会选择良善还是恐惧？你是感恩的呢，还是抱怨的？你是焦虑的还是平静的？你有能力回到自己的内心，跟自己好好相处吗？我觉得这就是这两年多，甚至是那之前的禅，不管是禅修或者是疫情，教给我的 很大的一门功课。如果只有你跟你的蒲团，你是谁？你是一个老是想着下课的人吗？再做个五分钟，然后我就可以出去喝水走一走了啊？还是你有没有好好的安心
坐在那个当下，跟自己相处，回到自己的内心。这两年多我一直在思考，就是如果这个世界变化这么让人出其不意而无法控制，我有没有那个能力回到自己的中心，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事，我都可以如如不动地待在这里。我的书是一个答案，那个是我累积了，还是那句话，四十几年的体验。其实今天的演讲也是，如果你有机会，不管是你在现场，你在家，我都希望，就像那本书，那本书的书名就像是一个召问：人生最大的成就是你成为你自己。你有好好的成为你自己吗？而在这两年多来，当这个世界变得非常的诡谲，没有所谓的日常，所有的事情都是得下午2点钟看记者会才知道，那明天我该怎么办？啊，两条线了，啊，不能出门了。活动可能会取消，生意会受影响，小孩子要停课，所有事情会乱成一团。而那个时候，你能不能够好好的回到自己的中心，平静的面对，让外面的事情就像流水一样这样流过去，而你就在那，在自己的中心，好好看着它。如果今天你有缘，看到这个直播，听了这个演讲，我也希望你问自己这个问题：没有人看着我的时候，我是谁？我有好好活在自己的中心里吗？其实外界发生的事情，很多时候都跟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是你让他跟你有关系，因为你觉得他跟你有关系。只要你觉得你跟他没关系，这件事情就跟你毫无关系。而所有的事情都会针对为你的生命量身定做，疫情是为你量身定做的。如果你中招了，你身上出现的状况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你生命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你量身定做的。所以我能够分享的也就是我的体验，就是那就是我，然后我的生命用我最喜欢的方式让我去经历了。所以很多时候我很多的体悟是发生在我去旅行的时候。所以为什么我要出，就是我要做一个节目叫我们回家吧，其实潜台词是我只是想要出去玩，我想要有人带我出去玩。可是在每一次的出去又回来，出去又回来的那个过程当中，我又有了更多新的体悟，我又更靠近了我自己。如果说我们回家吧这两季，是我常说我们回家吧这两季是我跟我的剧组送给台湾的情书，因为这21集里面有很多美好的人事物，有很美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努力生活着的人们，有很多很棒的故事跟土地的连结。很多时候我出发真的只是觉得说，哎，比方说要去台南，就找个台南人带你去吃饭吧。你要去台中，这是你当然要问台中人要吃什么啊，你怎么会去网上 Google？ 网上 Google 都是骗人的，排队都不见得最好吃啊，是不是？所以我才要拍我们回家吧，在的是最好的。可是事实上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经历了很多真的是跟回家、回到自己的中心有关的体验？我觉得有。不管回家的路是开心的，是充满喜悦的回忆的，充满了孩童般银铃的笑声的，还是有很多的遗憾，很多没有说出口的话，很多伤痛，很多没有办法回头看的故事，都在那里面。而就是这些事情让我们成为独一无二的
自己。我用我自己喜欢的方式造就了我自己的人生，我希望你们也可以用你们喜欢的方式，一定是你们喜欢的方式的，真的。通常你觉得你不喜欢，是因为可能前面出现了你喜欢的方式，但是你没看懂，所以呢，老天爷就会用一种什么用他喜欢的方式，他看不懂，那就给他不喜欢的吧。但没有，其实都是喜欢的，因为你走过之后，你就会知道，哇哦！就跟一开始的时候我说，就是这些我曾经流过的眼泪，让我明白我可以有多勇敢。这是最后最后我送给大家的一个鼓励，请义无反顾地走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无所畏惧的，好好的成为你自己。来都来了，我最常说一句，来都来了，好不容易有这个身体，来了地球，认识了这些人，你旁边的认识的不认识的人，有缘分的，缘分深的，缘分浅的，有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怎么会白白的让他们就这样过了？怎么会不感恩？怎么会不感恩说啊，我得到了这个缘分，我来体验，不管这个体验最终会带让你得到什么，心里无限感恩，谢谢我走这一招，谢谢我走这一招，谢谢我有勇气再来一次。然后每一天，每一天的挑战，每一天的考验，都是让你更靠近你自己的机会。只要你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面，在你生命中发生的每一件事，你都会用截然不同的角度去看着它。不要觉得自己没有选择，因为当你选择不同的角度看着它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在选择了。你知道这个考验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你知道走过了这个考验，你会成为 2.0 的自己。你知道就算你变成二线女星，总有一天还是会回归一线女星的身份。每一件事情来到你的生命都是一份礼物，都是为了让你自己成为你自己。谢谢大家。好，我们非常谢谢宝仪老师不藏私的跟我们分享他的精彩故事，让我们深深的体会到人生最大的成就就是成为自己。那宝仪老师呢，也开放给我们台中所有的好朋友，不管是现场或者是线上的好朋友，都可以开放时间来做一个提问的部分。好，那我们会用交叉的方式。好，那现在呢，就先开放给我们现场的朋友们。好，如果您有要请教我们宝仪老师的，现在请举个手。那我们这边、好，来麦克风。男生好开心哦。你知道，因为我常常办一些公开活动啊，首先是来的大部分都是女生，今天来那么多男生，我已经真非常感恩，谢谢你们了。然后通常男生都不太愿意问问题，因为他们都很害羞，但谢谢你，谢谢。宝仪老师好，那个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我最近在网络上有看到一个说法，他说人转身来世是上一世就已经选择好的，或者说他在准备进来的时候他已经选择好的剧本。那您觉得您怎么看这件事？我怎么看这件事？是你是要问我相不相信这件事，对不对？其实，你要问我本人的话，我相信，因为我觉得我的剧本写得太好了，一定是事先写好的，要不然不可能这么好。我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这么说的。你知道曾经有人问我过，比方有人问过我说啊，宝仪，那个如果要让你再来一次的话，你会想要成为谁？或者是说，你如果再来一次的话，你会想要回到几岁？我没有想要回到几岁。我觉得现在我就是最棒的我，我没有想要成为别人，因为别人没有我这么棒的人生，真的。而如果不是早就写好的，我没那么厉害啦，真的，我没那么厉害。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说人生是不是有写，人生有没有写好的剧本？我可能就是个大纲而已，我觉得是个大纲而已，可能有个方向，但细节是我们去填补跟创造的。
还有就是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情去扮演你现在在扮演这个角色，是你可以决定的。这就是我刚刚在说的，选择很重要。你是用一种很懊恼，就说：“哦，这角色很烂呢，都没有镜头，怎么会这样？哦，你看那个女主角，镜头好多、哦，还打那么多肉毒杆菌，随便乱讲。但是，对我来说，我记得我曾经写过一段话哦，就是。”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2012年的12月21号，号称是世界末日这件事。应该你们没那么年轻，好，你们都记得。好，我蛮在乎这件事情的，而因为那个日期的 calling， 所以那几年我花了蛮多时间去看，不管是身心灵的书籍、心灵成长的书籍、外星文明的书籍、前生今生的书籍、催眠啊，什么各式各样的传讯书籍我都看了。我记得那天来的时候，我的家人还开玩笑的跟我说：“怎么样啊，你的世界末日来了没啊？”哈哈哈哈，就是嘲笑我，你知道吗？可是我记得那天我在我的脸书上写下一段话，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就是到底世界末日今天会不会来，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为了这一天，我做的所有准备都没有白费。因为我学习了很多，我对这个世界有了不同的视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认识。所以你说，生命当中有没有剧本？一定有剧本。每一个人都有2012年的12月21号啊。但是你怎么面对这个剧本？你是很在乎这件事呢？还是根本不把这件事情当一回事。疫情都每个人都写了一个疫情有关的剧本，可是疫情到底在当然到底在你生命中是发生了什么，给你什么考验？比方说，如果你是老板的话，你可能会面临很多经济上的压力。像我们这种自顾者，只要日子还过得去，其实就是乖乖待在家跟自己相处。我们的考验是不一样的，疫情的脚本是一样的，但是你会面对什么样的细节是不一样的。我相信，但是我也依然相信，我始终相信我们是有自由意志去决定很多细节，而那个细节剧本写不出来的。谢谢，谢谢，谢谢宝仪老师，他告诉我他们喜欢也怎么样相信他有人生的一个剧本，很会问。好，目前还有一个。啊，没有，不是啊，这边啊，哎，哦，好，来，宝仪学姐你好，学妹，我来自基隆，然后我想要请教学姐一个小问题，因为你刚刚有在演讲的时候说到关于选择这件事情，那对于现在的资讯就是这么充斥的情况下，我们要怎么样拥有这个选择的智慧？谢谢。是会中视的那个听众水平都很高吗？大家问题都问得蛮到位的。你想要成为什么，你就选择那个。比方说，你看，举最简单的例子来讲好了。如果我们都看韩剧，不要说韩剧，我们都看电视剧，你为什么会选 A 不选 B？其实你在选 A 跟选 B 的时候，你就已经在做选择了。比方说，一个电视剧20个小时，你要怎么经历这20个小时？你要经历20个小时的什么？比方说，像我可能已经有10年没有看恐怖片了。一方面是因为我胆子真的很小，第二件事情是我不想要在我的生命里面植入那样的恐惧。就是我为什么要对这个世界充满恐惧？我为什么觉得身边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都是来害我的？我为什么要得到那个恐惧？我为什么不选择良善？比方说，像我在如果要选电视剧的话，我会选择温暖的作家写的剧本，就像看书也是一样的。我在选择书的时候，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有一次买了一本书，还是日本的，好像是芥川赏的得主，哇，那个作者厉害了，书这么厚，好可怕的一本书，可怕到我可能看了一个章节。结果睡觉的时候，我放在床头，晚上还做了噩梦。第二天我马上把那本书丢掉，然后告诉我自己，这个作家书我不会再看了。
如果每一个东西都是一个频率，你想要活在哪一个频率里，你就做那个频率的选择。你要说每一句话的时候，你是在哪一个频率？就好像，为什么我刚刚上台，我想做的第一件事，我想要在那个频率里。你说的每一句话，你做的每一个决定，其实都取决于，你也可以说取决于你现在在哪一个频率。你也可以说，如果你是有意识的话，你想待在哪一个频率。如果你是这样想的，其实这些选择都不会太难。你为什么选这个作者？你觉得他的频率很好，并不是因为他很有名，而是因为在那个频率里，你觉得很安全、很感恩、很满足、很幸福。那个东西其实是骗不了人的，你自己会知道，你自己会知道，那东西其实是骗不了人的。那种发自内心的感动，你真实流下的眼泪，有时候你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其实你就是跟那个频率共振了。你这样想就可以了，没有那么难。他没有什么 SOP， 说一这个作者的姓名笔画加起来要47画，就是我啦。没有这种 SOP， 你就去感觉，慢慢的你就会知道什么频率跟你最合，跟你想要达到哪个频率。你想要达到这个频率，你可以多看看，不管是留下来的文字也好，很多教诲。你就是靠近那个频率，人也是一样的。我们常会说磁场不合，你也说不出来。难不成你真的拿个磁铁在量吗？哦，他这个北极这个比较不是磁场不合。我觉得他很愤怒，我觉得他充满负能量，我觉得跟他聊天很开心，我觉得跟他聊完天之后，我又有勇气面对第二天。那就是频率能量，那是你自己可以感觉到的。用这个来做选择，我觉得是最对的。谢谢，谢谢宝仪老师。那我们线上呢，也很多的朋友想要跟您来请教的。那有一个朋友问说，您会常常就是和自己的内心发生内战吗？内战？对，以前会耶，会耶，其实蛮长的耶。我因为我是个内心戏很多的人，就是，而且。好，我直接说，我月亮天秤座，所以我是一个很容易摇摆不定的人。就比方说，我明明知道我喜欢这个选择，但是我会觉得，如果要面面俱到，我要去做另外一个选择，哦，就是那个很纠葛。但是其实你知道，坊间有很多可以让你更了解自己的方法。如果你是一个很容易聆听自己内心的人，那你就用自己的方法去聆听。要不然坊间其实是有一些工具可以让你靠近你自己的，像我刚刚说，哦，我月亮天秤，哦，这是星座是一种工具，人类图是一种工具。为什么我说人类图是一种工具？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上网查，人类图其实也是类似，有点像是一种统计学，哦，然后就是看从你的出生日期来看待，比方说你的建，好像你的什么中心有没有填空，哎，反正就是很复杂，因为我也不懂。但是我知道我得到了某一些讯，就是某些重要的点。比方说，像我的情绪中心是空白的。什么叫情绪中心空白呢？就是我很容易共感。我以前会很谴责我自己。比方说，如果你有看《我们回家吧》的话，你会发现我好像常常在哭。就我以前会很谴责我自己，就是。哦，这宝仪真的很丢脸哎，这到底有什么好哭的啦？那不就是人家的院子吗？你走进去哭什么？那不就是个庙吗？你为什么拜一拜，然后你也哭出来？就你到底在干什么？哦，真的很丢脸啊！可是后来我发现，没有，我情绪中心空白，我就是一个很容易跟人家共感的人。当我听到别人的故事，我聆听到那里面的，不管是他可能自己都没有感觉到的伤痛，他说不出口的。他很回避，很逃避的，可是我感觉到了，然后我那个情绪就会被填得很满。那就是我，那就是我啊！我为什么要攻击我自己？像你刚刚说内战，以前当然有，因为以前我有一个标准，我觉得那样才是好的。可是那个标准到底是谁给你定的？谁给你定的？谁给你定的？你还不如自己定一个，
你自己觉得最舒服的。像我发现啊，我情绪空白，我很爱哭，咬我。我接受我自己，我接受我自己是个这样子的人。我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缺点看，它某程度上来说，它也可以是我的优点。比方说，你可能在看我的节目的时候，你知道我最开心的就是什么？也不是开心啦，就是我最感动的，应该也就是当别人看了我的节目，在我很有感觉的时候，他们也感觉到了我的感觉。而那个东西是，如果你跟一个情绪中心是有定义的人，是完全感觉不到，因为他根本他就是活在自己的中心，有没有？就是那种你哭什么啊？就是会有人说你哭什么啊？我不是。你有东西让我感动，我就会哭出来。那就是我啊！我为什么不好好接纳我自己？所以这方面的内在慢慢就少很多了。再来就是我是见骨中心的人，所以见骨中心就是我在别人在问我，比方说宝仪要不要去慧中寺演讲？如果我见骨这样，好啊。宝仪要不要去慧中寺演讲？哎，没声音哎，然后我就开始用头脑分析了，哦。慧中寺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寺庙，我觉得应该要去啊。可是现在疫情关系，移动会不会又很麻烦？就很那些都是头脑了，不需要。我不需要。我通常都是我现在知道我是谁了，我就会真的少很多内战。然后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做选择，所以有没有内战？有，少很多。开心很多，然后浪费的时间少很多，因为真的内战太累了。希望你不要这么做。好，谢谢，谢谢，谢谢宝仪老师，让我们知道要适时的接受、接纳自己。那我们现场，好，来，嗨，宝仪好，你好，很开心听到你今天的演讲，真的我们都好，谢谢哦，谢谢，谢谢。不过我有一点，我很想了解一下，因为你刚刚提到说。爷爷的过世带给你很大的冲击，那么面对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有很多跟亲人，不管是长辈，是我们所爱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子女，很多人我们的周边的生活因为疫情的关系而离开了，那可不可以麻烦你分享，不能讲分享，也就是说聊一下你当时面对爷爷在弹指间离开的那一刹那你的心情，你是如何去走过的？谢谢，谢谢。我记得我在书里面说，我爷爷过世之后啊，我再也不会跟别人说节哀顺变了。就当你真的很悲伤的时候，没有什么节哀，也没有什么顺变的，就是那个悲伤会在一个很莫名其妙的状况突然向你袭来。像我爷爷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幸福的长辈哦。我爷爷过世的时候，我们全家在台湾的、在香港的、在加拿大的，其实全部都回来了，所以最后那个病房有30几个人陪着他离开的。可是一直到他离开，因为我爷爷 在病床上待了蛮长的时间的，所以其实大家其实也都多多少一点心理准备的。但是真的那个悲伤来袭的时候都是很措手不及的。比方说那天其实我在医院没有大哭或者什么的，是一直到那天都结束了，我回到家，我要经过他以前睡的那张床，我看着那张床心里想说他再也不会回来了。哇，那一刻我才真的是那个悲伤像潮水一样的真的是从这里这样满出来。而那个东西不是哭完了就没有的，它很有可能会在你有一天过马路的时候突然回想起你们曾经在那个马路上来回走了10几年，但是现在它不会再在那里了，然后突然你就真的就是在马路上痛哭流涕。因为他是我生命当中第一个教会我无条件的爱的人，所以当这个人不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很像我的某一个根被抽走了，就是我到底该何去何从呢？所以为什么我常说，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人在你的生命里，
不管他是谁。如果在这段时间你也正面临着同样的伤痛，我很希望你多给自己一点时间。你不用假装没事，也不用假装坚强，他就是有事，你就是难过，你有很多舍不得，而那个舍不得跟那些悲伤还有眼泪，你以为你好了，有的时候没有。但是我必须要说，某程度上我爷爷的离开是我生命当中一个非常大的礼物。因为我爷爷走了之后，除了我的工作，就我开始质疑我的人生，所以我停下来很多事情。但也因为他离开了之后，我开始会询问他走了，他去哪里了，我们还会再见面吗？当你问了这个问题之后，你就会再问，那我是从哪里来的，我是谁，我为什么在这里。以前很像是仓鼠，还是那句话，无意识的在这个人世间游走着，但是那一刻我真的停下来问了，然后呢？而当你问了问题，请注意哦，当你开始为你的生命问问题，那个关键的问题出现了，你生命当中很多的探究跟很多的答案就会不由自主的在你人生当中开展。就好像虽然我刚刚说2012世界末日，但其实那都是同时发生的。我那些对于前世今生的探索，我看的那些书，不管是量子力学也好，催眠也好，各生前计划，我真的看过一本书就叫生前计划，这些所有的事情最终都成为我生命当中一个很大的养分。以至于我记得前几年我去庙里面祭拜我爷爷的时候，我真的都是哭着走进去的，我一想到我要跟他说话我就开始哭。可是到最后这几年，我有时候可能还是会哭，但就是笑着哭。我说：“哎呀，我们家谁谁谁结婚了，谁生小孩了，然后啊，谁离婚了，谁怎么样了？啊，台湾还是很乱啊，没有，台湾还好，什么之类的。”我爷爷走的时候，他常说：“常说一些类似的事情。”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他的离开，带给我非常多的提醒，而我明白。我之所以会那么伤痛，是因为我对他就是有这么多爱。其实最终那个悲伤后面承载的全部都是爱，而我只需要记得他曾经在我生命当中带给我的祝福跟爱就好了。我们终将会见面的，我是这样相信的。谢谢。谢谢宝仪老师。那我们线上的朋友好想要对宝仪老师说，他非常喜欢那个就是我们回家吧这个节目。那他想要请教，就是说我们回家吧会有第三季吗？那以及未来的节目规划是什么？谢谢。我可以休息一下吗？我不知道会不会有第三季耶，因为其实我们第一季拍完，第二季也是得到蛮多祝福，我们才有第二季的。那第三季会不会有？我觉得我们也是很随缘，可能就是看，如果老天爷觉得应该要有，或者是大家觉得应该要有，应该就会有。但第三季会长什么样，我也不知道。我很希望会有吧，因为真的还有好多人的故事，好多地方我们都还没去，还没有拍。然后希望我们可以拍第三季的时候，也可以出国啦，对不对？有些人的家乡也很值得去啊。所以，没有什么节目计划啊，让我休息一下，拜托，谢谢。好，谢谢。那我们接下来就开放给我们现场的朋友。宝仪老师好，你好。今天听你的演讲哈，有一段话很触动我的心灵哈。你刚刚提到说，我选择快乐，我选择感恩，那。我就想要说，我们今天的天气其实不是很好，要出来的时候是下雨的，但是我们选择来这边听演讲，我感到非常的快乐。谢谢。对，尤其听到你，其实宝仪老师今天的话，我觉得很像禅师，有很多话头，让我们一起去思考很多我们平常可能跟我们没有想到的，比如说我们跟我们身体的关系，还有平常一些生活习惯，
让我们有很大的省思。那也很感谢慧中寺提供这么好的环境，很感恩慧中寺，所以快乐感恩。我觉得今天都具足了。那这边是不是也可以请宝仪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最快乐跟最感恩的一件事是什么？谢谢。每次要回答罪的时候啊，我都会觉得哈，那我回答这个不是得罪那个吗？比方说我如果回答说我最快乐的事情就做了我们回家吧，那别的节目就说哈，那你就说做我们节目不快乐了哦。我觉得我最快乐最感恩的时候就是成为我自己的时候，而如果每一天我都在成为我自己，在成为我自己的道路上，那我每一天都会非常快乐非常感恩。就是我不要求自己是一个有多大成就的人，什么功成名就，那天才看了一本书，就是50年后没有人会记得你，那本书这样写，50年后没有人会记得你，就算你子孙成群，50年后你觉得他们会来扫墓？不一定哦。不要去想太多太遥远的事情，把每一天过好了，你今天过好了，明天过好了，累积累积，你就会有很好的一个礼拜，每一个礼拜过好了，就会有很好的一个月，每一个月过好了，就会有很好的一年，每一年过好了，就会有很好的一生。我是这样想的。所以不用想得太远，说啊，我现在就是要吃苦耐劳，所以呢，最美好的人生就在10年后。没有，就是现在。不要跟你的小孩说啊，10年之后等我赚了钱，我再来陪你。10年后，他不想你陪他了。你现在能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现在让自己开心，你能选，你能选择，你真的能选择的。你选择让什么东西挡在你面前？你选择成为一个退缩的人，还是你选择是一个有勇气的人？你选择踏出那一步，对我来说最难的永远是踏出第一步。可是只要你知道踏出第一步真的没有那么难，你踏出去之后，你就会发现所有事情都在你面前开展着。我觉得最快乐跟最感恩的就是我是我。我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机会这样子说，因为当你可以这样说的时候，我必须要说太棒了，太棒了！你不用去羡慕什么台铭啊、新营、躺平，没有。你就是做你觉得最快乐的事。每天早上，贾伯斯说：“我每天早上醒来都会问自己，我今天要做的事情是不是，即使今天是我的最后一天，我依然想做的事。如果是，那我就去做。是，嗯，我还是会来这里演讲的。”讲完自己都觉得很好笑，谢谢你，谢谢。只剩最后一题喽。哦，好，好。那我们就刚刚有现场有一个，老师有两个，有两个，好。一个在线上，一个在现场。好，一个在线上，一个在现场，好。宝仪好。你好。很高兴能听到你的演讲啊！在问问题之前，我想说，你笑起来真的很好看。谢谢。那我的问题是关于刚刚说的，每个人都有选择，对每件事情都有选择。你有没有做过一些让你很 unexpected， 或者是让你自己很出乎意料的选择？谢谢。出乎意料的选择，好像没有什么出乎意料。我现在想起来，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出乎意料。哎，出乎意料选择通常都是最棒的选择。我这样讲真的没有什么人生大道理了，好，就是这样。2017年我做了一件其实我真的那之前我绝对不会做的事情。我花了非常贵的美金买了 NBA 季后赛总冠军赛的票，而那一场还不知道会不会打，因为 NBA 总冠军赛是7战4胜，我买的是第5场，所以前4场如果打完了，
说实在，因为我第一次在网站上买 NBA 的票，不知道能不能退，应该可以退，但要不要扣款我不知道，买下去能不能看不知道。可是你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做那个选择吗？因为我买那张票之前，我去参加一个好了灵性之旅，就是去那种你知道这个地球有很多能量点，所谓能量点比方说金字塔是一个能量点，可能有人说佛光山是一个能量点，我那时候在美国的雪士达山那里听说也是一个很棒的能量点，我在那里就是有蛮多时间可以跟自己相处的。然后我在某一天，就是在我在犹豫到底要不要买票的时候，我心里面出现了一个声音跟我说，曾宝仪，要玩就玩大的。Out of nowhere， 不知道那个声音是从哪里来的，但是我听完那个声音，我打坐完之后，我就打电话给我的朋友说买。于是那个第四场球我非常的紧张，因为我支持的球队如果第四场赢了，他就是总冠军了，可是如果他赢了，我就没有第五场可以看了，好纠葛啊。哎呀，输了。然后我记得我在酒吧看球，然后呢我身上还穿着那个我支持的球员跟那个球队的衣服，我四点钟就已经去那个酒吧坐着，六点钟开始打，然后八点钟就已经打完了。所有酒吧的人经过我的时候都是一副那种好可怜，因为我那天我的球队被痛宰。我心里想的是，你不知道我两天之后就要去看总冠军赛了。那是我生命当中做过蛮荒谬的一件事，但太爽了。我想不起来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只能随便讲一个了。谢谢宝仪老师。那我们把最后一题就留给线上的朋友。好，那线上朋友在问说，那你平常是如何练习让自己的心还有情绪不被外界的言语所影响？谢谢。很难，我还是要说很难，尤其是像我们作为艺人啊，我们其实无时无刻都在接受所谓的外界的情绪。如果你不是做艺人的话，可能大部分的时间你接受的情绪都是你认识的人，你知道他长什么样，跟他说那个话是什么语气，你知道他是什么个性。但是我们其实常常会面对那些都不知道他是谁，然后就突然丢一句说，吼，那么老了还出来赚钱，就这种话你知道吗？就你知道前一阵子有类似，就我都觉得说，哦，受不了。我一直很想要推广一件事情，就是我非常想要推广静心。就是有些人会说它是正念，有些人会说它是静心，有些人会说它是静坐，有些人会说它是打坐。可能每一个不同的法门，每一个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说法，但对我来说，简单来说就是静心。我觉得在静心很像是训练肌肉。就如果你在想，如果你是健身，你可以看到哦，你的二头肌哦，随着你那个举重的那个重量越来越重，所以呢，你可以承受的重量越来越多。静心也是一种练习，对自己心灵的某种训练。静心会让你回到自己的中心，会让你清楚的知道什么是外界的杂音，什么是你自己，什么是你的头脑，什么是你的心。我觉得我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静心不是每一天都非常顺利，如果你有静心经验的话，不见得每一天都有那种超凡的体验，就是哇，今天静得超好的，哦，我今天频率变得很高，不是，有时候也是会有那种，就是啊，今天心烦意乱啊，今天不适合，但没关系，就跟去健身房健身一样，锻炼你的肌肉，锻炼你的心。我觉得慢慢慢慢的，你就会很清楚的知道这个世界哪些东西是你想要的，你不想要的，你可以怎么做选择，你要靠近什么样的频率，你选择说每一句话，而你对你的生命负全然的责任。如果要说的话，其实我会蛮想，这是我自己在使用的方法，而我觉得非常好，就是你也不用就是把它看得很严肃，说啊，就是一定要在蒲团上做到脚都酸了，没有，
其实有时候就是坐着，你现在坐着，把背打直了，眼睛要开要合，可以随便你，你就是好好的静静的待着，什么都不做，然后看看，看看你是谁，看看你在哪个频率里，看看你会做什么决定，就是这样，谢谢。老师，好，我们以最热情的掌声来谢谢宝仪老师今晚谢谢大家的一个分享。那现在谢谢你们来，我们恭请我们的中区总主持觉居法师来为我们致证结缘品给我们的宝仪老师，谢谢。那宝仪老师呢，在他的书中呢，跟我们说呢，其实因为曾经活得用力，所以知道用力活出人生是什么样的感觉。现在的他想成为一个活得努力但不用力的人，他不想再过度的用力，只求静心把事情做到好。好，我们再谢谢大家，谢谢你们来，谢谢，谢谢，谢谢宝仪老师。那宝仪老师呢，在今晚呢，告诉我们，疾病是身体写给你的情书。你。